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丹尼尔·诺伯亚宣誓就任厄瓜多尔总统，接手一个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的领导权；今年有二十四家餐厅可以订购外卖感恩节晚餐；米莱的经济团队由前阿根廷央行行长领导；乌克兰对三百多家俄罗斯和外国公司实施制裁。 联合国投票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全球税收领导地位，请大家收看。丹尼尔·诺伯亚宣誓就任厄瓜多尔总统，接手一个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的领导权。美联社，丹尼尔·诺伯亚是一位经验不足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以香蕉贸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财富的继承人。他已经宣誓就任厄瓜多尔总统。诺伯亚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暴力。 使进步成为一种习惯，恢复公共安全，这是在本十年初，毒品集团和其他犯罪组织抢劫了该国的情况下。在吉列尔莫·拉索的任期内，暴力死亡人数激增，二零二二年达到创纪录的四千六百人。诺伯亚政府将不得不进行税制改革，以鼓励经济增长和复苏。今年有二十四家餐厅可以订购外卖感恩节晚餐。雅虎。 感恩节是家人聚在一起吃大量食物的时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或精力做一顿大餐。美国各地的餐馆为不想做饭的顾客提供外卖选项。Bravo，意大利厨房提供三人份一百零五美元和六人份一百六十美元的感恩节食物。Dennis 提供四人份的火鸡和装饰套餐。Cracker Barrel 提供供八至十人份的感恩节热食套餐。 Legal Seafoods 提供感恩节外带派对拼盘，Omaha Steaks 提供多种外卖选项，包括带配菜的完整大餐。Perry Steakhouse 提供单人熏火鸡胸套餐和四人份套餐。Roots c r i s Steakhouse 提供四人份的感恩节餐。The Capital Grill 提供四人份的餐饮节日套餐。米莱的经济团队由前阿根廷央行行,行长领导。雅虎，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阿根廷前央行行长路易斯·卡普托将领导当选总统哈维尔·米莱的经济过渡团队。卡普托是最有可能成为过渡后的经济部长候选人之一，并表示愿意帮助在米莱十二月上任后稳定国家的国际融资。无论谁担任这个职位，都将面临解除前任政府实施的货币管制和价格冻结的挑战，同时管理比索贬值而不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乌克兰对三百多家俄罗斯和外国公司实施制裁。雅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宣布，根据总统法令，乌克兰对全球三百多家公司实施了经济制裁。这些制裁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 （NSDC） 推荐的，名单上的公司将被冻结资产，并被禁止将资本转移至乌克兰以外的地方。名单中包括来自俄罗斯的能源公司。 他们将面临为期五年的制裁，而包括乌克兰公民在内的八十七人将面临为期十年的制裁。乌克兰还将要求其西方伙伴对名单上的公司采取类似措施。联合国投票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全球税收领导地位。路透社，非洲国家已获得联合国的支持，将国际税收合作引入联合国，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全球税收协调方面的领导地位，此举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抱怨的回应。他们认为自己在 OECD 的讨论中没有发言权，而跨境税收规则正是在该组织中制定的。这项得到一百二十五个国家支持的联合国决议草案，呼吁制定国际税收合作框架公约。这项决议遭到了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四十八个发达国家的反对，还有九个国家弃权。 O E C D 负责协调其三十八个主要是发达国家成员的国际税收问题。乌克兰交易商对再次改变粮食出口规则的计划表示担忧。加拿大环球邮报，乌克兰贸易联盟 U G A 警告称，拟中的粮食交易规则变更可能会阻碍乌克兰的主要粮食出口。该法案旨在减少逃税行为，其中包括改变粮食出口交易的税收规定，并引入粮食最低出口价格。 Yuga 表示，一些新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其他一些可能会给贸易商和农民带来重大损失。在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粮食供应国。不，玛莎·斯图尔特不会取消感恩节，这是他的菜单。英国独立报，玛莎·斯图尔特在 Instagram 上澄清了他的感恩节计划。此前，他曾表示他已经放弃感恩节。 这位厨师宣布取消了他每年在这个节日举办的晚宴，原因是客人取消了行程，并且他有新的旅行计划。然而，他澄清说他仍然会通过烘烤三十个派和带着一只填充和烤制的二十磅重的火鸡去一个朋友家庆祝感恩节。斯图尔特还提到他正在打理自己的花园，他的女儿和孙子们将会去加利福尼亚旅行。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领导该组织的外交工作，而加沙战争仍在继续。雅虎，据阿拉伯官员称，与加沙激进声音相比，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哈尼亚一直在增强哈马斯的战斗能力，部分原因是与公开支持该组织的伊朗保持关系。作为哈马斯的政治和外交代表，哈尼亚领导了该组织与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政府的谈判。 埃及在停火谈判中充当了调解者的角色。以色列将整个哈马斯领导层视为恐怖分子，指责哈尼亚支持该组织的军事义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被指控在一九九三年性侵案中涉嫌犯罪，这一指控在法律文件中提出。美联社，据周三提交的一份法律传票称，纽约市市长埃里克。 亚当斯被指控在一九九三年性侵一名女性。该传票要求进行审判，并寻求五百万美元的赔偿。该传票是根据《成年幸存者法》提交的，这是纽约的一项特殊法律，已经导致了一系列针对被指控性行为不当的名人的诉讼。亚当斯否认了这些指控，称他不认识提交传票的人，并且绝不会对他人进行身体伤害。此次提交传票的同时。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亚当斯在二零二一年市长竞选中，以及他涉嫌帮助土耳其政府获得摩天大楼批准的指控。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恢复了他们之间的竞争，有很多利益在其中。华盛顿邮报，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之间的年度常规赛季收官战，赋予获胜者在该州的炫耀权，并被视为双方赛程中最有意义的比赛。 今年的比赛定于周六下午在夏洛茨维尔的斯科特体育场举行，为两所学校带来了几个额外的故事情节和动力。魁北克准备增加对罢工公共部门工人的提议，乐哥说道。加拿大环球邮报，魁北克省省,省长弗朗索瓦·乐哥表示，他准备增加政府对罢工公共部门工人的提议，但他也希望工会展现更多的灵活性。代表五十七万名教师、护士。 护工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目前正在全省范围内罢工。乐哥表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他需要护士在填补不受欢迎的班次方面更加灵活，教师在课堂分配方面也需要更多的灵活性。这是自本月早些时候的有限罢工以来，省长首次表示愿意增加政府的提议。工会拒绝了为期五年的薪资增长百分之十点三的提议，而是希望达成为期三年的协议。 其中包括与通胀率挂钩的薪资增长。在一次向极右派转变的政治变革中，反伊斯兰民粹主义者吉尔特·维尔德斯在荷兰选举中大获全胜。多伦多星报，荷兰极右翼自由党 P V V 领导人吉尔特·维尔德斯表示，他准备加入下一届荷兰联合政府，因为他的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预计 P V V 将在一百五十个议席的下议院中赢得三十七个席位。 比他们在上次选举中获得的十七个席位多出一倍以上。维尔德斯的选举纲领包括呼吁就退出欧盟进行公投，以及去伊斯兰化荷兰。魁北克公共部门罢工，魁北克省长勒戈表示愿意增加提议。多伦多星报，魁北克省,省省长弗朗索瓦·勒戈表示愿意增加政府对罢工公共部门工人的提议，但他要求工会更加灵活。目前，代表五十七万名教师。 护士、护工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正在全省范围内罢工。乐哥要求护士在填补不受欢迎的班次方面更加灵活，要求教师在课堂分配方面更加灵活。这是自罢工开始以来，乐哥首次明确表示政府愿意增加提议。工会已经拒绝了目前的提议，并寻求与通胀率挂钩的三年协议。奥尼尔关于合同，布埃诺和富勒姆，雅虎。 狼队助理经理加里·奥尼尔在球队对阵富勒姆的英超比赛前发表了讲话。他赞扬了后卫雨果·布埃诺签署新合同，并希望黄喜灿也能延长在俱乐部的时间。奥尼尔确认佩德罗·内托将无法参加比赛，克雷格·道森也将缺席。他强调了富勒姆的进攻威胁以及狼队需要发挥出最佳水平。奥尼尔还讨论了面对前队友劳尔。 西门尼斯和阿达玛特劳雷的情况，并表示他们在狼队仍然受到热情的讨论。感恩节使得四千六百万只火鸡增加了卡车司机的冷藏货物。彭博社，美国卡车运输公司 First Call Logistics 的联席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兰德解释说，公司在感恩节前最担心的问题是找到足够的冷藏货车和卡车来满足美国人的需求，需要四千六百万只火鸡。 布兰德强调了一府食品供应链的脆弱性，比如火鸡需要冷藏以保持食品安全。由于投资和维护费用高昂，冷藏车的容量非常不稳定，而需求相对稳定，不像其他更为自由消费品。季节性活动，如美国国庆节，也会消耗冷藏卡车的空间。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忠诚的六度观察员六博士。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是厄瓜多尔新总统丹尼尔·诺博亚的宣誓就职。虽然他是一位经验不足的政治家，但他的目标是减少暴力，恢复公共安全。我们希望他能够带领国家走向进步。接下来是感恩节的新闻。今年有二十四家餐厅可以订购外卖感恩节晚餐，这对于不想做饭的人来说是个福音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感恩节去外面吃饭呢？然后是关于米莱的新闻。 他的经济团队由前阿根廷央行行长领导，这对于一个新上任的总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希望他们能够稳定国家的经济。乌克兰对俄罗斯和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的新闻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显示了乌克兰对保护自己利益的决心，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联合国投票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全球税收领导地位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新闻。 这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对自己发言权的渴望，希望他们能够在国际税收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乌克兰交易商对再次改变粮食出口规则的计划表示担忧，这再次提醒我们，政策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些轻松愉快的新闻：玛莎·斯图尔特并不会取消感恩节，他仍然会过一个美好的节日。同时，我们也关注到。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加沙战争中的作用。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希望大家对这些新闻感到满意。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和观点都可以提出来。谢谢大家，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 do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